好，开始录制。这个时候屏幕上全是我的屁股。OK， 我现在在用手机控制。Hey， 大家好，这里是视频大笨蛋，我是特里，我们的节目专注于是特里，我们的节目专注于视频的前期拍摄以及后期剪辑制作的一些小知识、小技巧。今天的主角是一个镜头和一个转接环，它就是适马18-35 f/1.8 以及卡莱 Comlite。0.17 EF 转 M43 的一个转接环，它呢是一个电子转接环，而且具有减焦增光的功能。对，减焦增光。什么是减焦环呢？简单的来说就是普通的转接环里面多了一个玻璃，这块玻璃的作用就是让你的 CMOS 呢能够获取更多的光线，这样在暗光环境下呢我们就可以减少噪点。同时如果你只是用一个普通的转接环把全画幅的镜头转接到半幅，比如说 M43， 因为 CMOS 小了一半，这个时候我们的 CMOS 呢只用到了这个镜头的像场的一半，这样呢就会导致如果是广角镜头，你这个就不是广角镜头了。有了减焦环之后呢就可以缓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这个中间的玻璃呢理解成是一个放大镜，相当于是聚光的作用。那有些人呢会使用这种减焦环，然后把全画幅的镜头转接到 IPS-C 像场的这个相机上，尽可能的模拟出全画幅的这种感觉。包括现在我现在用的这一款适马18-35，它是 IPS-C 的镜头，那我把它转接到 M43 上，通过这个转接环卡莱的，它的系数是 0.71， 其实也就相当于是近似的达到了 IPS-C 的像场。这个适马 18-35 f/1.8 加上这个卡莱的这个转接环，我非常满意，有以下的几个点我今天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那第一点就是它的价格，适马18-35它的价格是3600左右，而这个转接环呢是1000左右，卡莱的。那之前我买接触的时候，我最想买的镜头其实就是这款18-35，当时为什么没有买呢？就是因为当时市场上只有一款叫 Metabone Speed Booster 的转接环，而这款转接环呢大家都把它叫做土豪环。为什么呢？因为它太贵了，光一个转接环它就4500块钱，虽然说现在稍微降了一下价，还是非常的贵。那这个价格是让人望而止步的，4500加上这个3000已经7000-8000的这个成本了。那我用的这一款卡莱的转接环，以及市面上还有另外一款是维卓的 Vultra X， 它的转接环也是1000左右，我怀疑他们是同一个厂商生产的，这个成本呢是大大降低了，所以说我就入手了这么一个组合。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之所以会对这款镜头这么感兴趣，主要有几个理由。首先它的光圈是 f1.8， 在 IPS-C 下是 f1.8， 那这个转接环的裁剪这系数是 0.7， 相当于是 1.8 乘以 0.7， 最后转接到这个 M43 上，它在 M43 系统下等效的光圈是 f1.3。 大家可以在某宝上搜一下 f1.3 的松下镜头它的价格是多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那焦段相同的，比如说 12f1.4 松下的 12f1.4 它的价格是7000多，然后 42.5f1.2 它的价格是6000多左右，那这个也是非常贵的。而且我刚才说的那两个镜头呢，它都是定焦镜头，而这款适马18-35呢，它是变焦镜头，是18-35，在 APS-C 下，那等效到全画幅下的话，也就相当于是25-50的样子。那25-50，那25是广角，50呢又特别适合拍人像。那这个焦段的覆盖范围呢是非常有用的，在我们旅行的时候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可能25这个焦全画幅的25的话，可能还是稍微不够广，就没法拍 vlog 了。那我拍 vlog 的时候，还是可能会换一下镜头，这是它的焦段唯一让我不满足的一点。然后再说它的光圈，它的光圈是恒定的 f1.8， 等下来 M43 f1.3， 这一点是非常不错的。当我们使用35段，也就是全画幅等效50的时候，这个时候 f1.3 在 M43 下拍出来的这个背景虚化呢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我们再说一下画质啊，这款镜头的画质真的是非常不错，画面的锐度我还是非常满意的。唯一我可能还是不太理解，不知道是转接环的问题还是这个镜头问题，就是这个虚化呢有时候我会觉得看起来有点怪怪的，但是其实也还好，大部分人应该会看不出来的。它的最短对焦距离是 0.28 米，加上转接环之后，我在拍人的时候，我可以用等效50段去拍人的眼睛，这个时候呢可以离人的眼睛非常的近，几乎可以接近微距的那种感觉。这个时候拍人的眼睛这种大特写是非常不错的，我非常喜欢。
然后这款镜头的这个对焦环非常的舒服，它的这个对焦的这个行程角度好接近120度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加上一个这种对焦辅助的小工具，在我们手动对焦的时候会非常的方便。那我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呢，我大部分都是使用这样的组合来拍摄我的内容。那我平时还会把这个组合呢放到云鹤二上，这个时候又体现出了它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它在进行变焦的时候，从18变到35，它的这个镜头呢前面是不会伸长伸短的，你在变焦的时候重心基本不会变，所以说不像其他的一些松下镜头，比如说12-60或者12-35。说了这一套组合这么多好处，但是它的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其实我在介绍之前，我应该说，哎，大家好，我来介绍一款适马牌的健身器材，也就是这个适马18-35，它真的是太重了，然后加上接触这一套下来，手上拿着拍一会儿就觉得很累了，这也违背了 M43 设计的初衷啊，就是要轻便啊。不过对于专业人士啊，对于用它来干活的人，其实这点重量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重一点肯定是更累的，能够做得更轻便当然是最好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款转接环呢并没有完美的支持这个镜头，大家看一下它官方支持的镜头啊，其中就没有这款镜头。那问题就来了，当我们在进行自拍的时候，这个使用自动对焦它会出现哒哒哒哒哒哒的声音，这个很烦人，就是自动对焦完全就不可用了。那希望卡莱的转接环在以后的固件升级里面呢能够尽快的支持这个适马18-35。然后我也问了其他用 MetaBone Speed Booster 的小伙伴，他也反馈说 MetaBone Speed Booster 转接这个适马18-35也会有那种哒哒哒的声音，这一点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不过对于我来说的话，因为我平时在用 GH5 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手动对焦，以及我会平时使用很多的手动镜头，那手动对焦已经成为我的首选，所以说它的自动对焦会出现那样的问题呢，其实对我来说影响不大。如果有微卓转接环和这个18-35的镜头的同学啊，你们可以在留言里面写一下你们的这个使用情况，微卓和这个镜头组合起来会不会出现那种自动对焦产生咔咔咔的声音。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个转接环的做工呢可能有待提高，就是它的卡口和相机的卡口这个接触的地方不是很牢靠，我们在转动这个镜头的时候会听到明显的这个晃动的声音啊。在其他 UP 主的视频里面也有提到这一点，就是微卓的卡口呢也是接触的不是很紧密，那希望国内的厂商能够把卡口的做工做得更加好一点。好了，总结一下，适马18-35加上卡莱的这个转接环的这个组合呢更适合于拍摄一些专业内容且习惯于使用手动对焦的朋友，而依赖于自动对焦的同学呢就不要考虑这个组合了。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吧，希望对大家有用啊。小视频大制作，七夕绝招别错过，这里是视频大拍档，我是特里，我们下期再见。Hey, 各位小伙伴，你看我现在 B 站都有6.7万粉丝了，但是我的微博才6000的粉丝，这个实在是太尴尬了。我呼吁大家，就是关注了我公众号的朋友，再关注一下我的微博啊。我的微博上会发一些可能大家看不到的东西，比如说一些短视频吧，比如说这个短视频。就是一些短视频和预告片呢大家都看不到，我基本上就是微信和微博，就微信朋友圈的内容我会大部分都会发到这个微博上来。这是我的妈。对，反正大家记得关注一下我的微博哦，谢谢大家。